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秋冬热饮咖啡系列中的厚椰拿铁。我们先在200毫升开水中加入30克咖啡粉，闷泡6分钟。然后过滤出咖啡液，另外在杯中加入50克椰果，丰富口感，然后在加热杯中加入200毫升厚椰露、20毫升果糖，一起搅拌均匀，用蒸汽机将它加热至55-60度之间，加热后倒入杯中至8分满，最后将咖啡液倒入杯中至满杯，这样就做好啦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咯，大家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有问题给我们私信哦。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小兔奔跑茶饮学堂"。拜拜。